There are over 5,000 species of frogs and toads. Here are some species and parts of them. 在念呢？不敢念。为什么那么胆小？哈？啊，你要继续创作吗？对。那我还要不要帮你拍？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好，这是你刚才写的，对不对？修改，你要修改哦。你这是什么故事？两栖。哈，两栖类哦。两栖类的英文怎么讲 ？Amphibians， 分成三单种，蟾蜍、青蛙还有龙螈。分成三种哦。对。就是你介绍的内容。三种啊，你为什么要画地图？就是指说那个蟾蜍还有青蛙发生在哪里的。好，你指给妈妈看。这个凹凸不平的就是，这个就是蟾蜍，这就是青蛙。青蛙啊，然后呢？这里。嘿。有，这里也有，也许这里也会有。真的哦。这里也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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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也有。欧洲比较冷，所以比较少发现。哦，你用图案表示哦。而且青蛙不可能发现在俄罗斯，俄罗斯太冷的，太冷了，那个青蛙会被解冻。被解冻？结冻还是解冻？会解冻。结冻。会结冻。英文怎么讲？结冻。Freeze。啊，你可不可以用英文跟妈妈介绍？在台湾有很。They didn't found in Europe or Russia. If they are found, then they'll freeze.这里台湾也有，有台湾有这一个，嗯，帕帕纽基尼也有，嗯，在澳洲也有，嗯。啊，那你前一页是写什么？这一页是写什么？这里是写什么？跟妈妈介绍一下好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为什么？我继续唱这了。好，那你继续写。